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公寓四加五。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清水路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公寓四加五。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清水路，屋龄有43年多，物件总楼高有4层楼，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4楼，而且多了一层顶加的使用空间，全幢将近有26平，目前报价是950万，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37万出头，总价非常的便宜。现场的格局规划为4楼的部分是2房2厅1卫2个阳台，5楼的部分一样是2房2厅1卫2个阳台，使用的空间特别的漂亮，格局非常的方正，边间3面采光，采光非常的好，空气也非常的流通。这个物件最主要的卖点就是我们现场是原屋况，建议你们大家如果有兴趣，一定要实地的来现场实地的参观。我们这个物件早期增建的部分是5楼，5楼的部分四周是属于砖墙，顶上面是铁皮的覆盖，在这边要特别跟你们强调，顶加的部分是属于铁皮的覆盖，四周是砖墙增建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这个物件周遭的环境非常的完整，生活采买非常的便利，走路的距离大约是20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清水国小，走路的距离大约是45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我们当地的延吉市场，走路的距离大约是45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我们土城最大的家乐福土城店，周遭有许多知名的4大超商，还有许多美食打卡店家。这个物件是属于原屋况，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花一笔钱做整修，住起来才会更加的舒服，更加的安全。由于我们现场的屋况并不是这么好，这个物件主要的卖点就是我们多了一层顶加的使用空间。再来，我们这个地点非常的棒，距离清水国小只有将近200公尺，非常的方便。
我们社区出口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户外公园，走路的距离大约是20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轻松地到达延吉市场。生活采买非常的便利，步行的距离大约是45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轻松地到达我们当地的家乐福土城店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使用空间大的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际的来现场，实际的参观。这个物件需要大整理，现场有渗漏水，有壁癌，在这边要特别跟你们强调，我们这个物件是属于边间三面采光，采光非常的好，空气也非常的流通。再来要跟你们告知，我们这个物件是位在无尾巷，如果你们本身不在乎，如果你们本身也能接受，建议你们大家真的要实地的来现场，实地的参观。物件没有100%，所以建议你们大家不管任何情况下，如果有感觉，一定要实地的来现场，实地的参观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厨房跟我们的公共卫浴。先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公共卫浴。由于我们这个物件已经有43年多，现场的屋况确实是要大整理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们本身非常喜欢 DIY， 像这个物件非常适合你们来发挥你们的所长跟你们的长处，像这种物件整间打掉重新装修，住起来会更加的安全，而且更加的舒服。我们现场是属于轻隔间，在这边也要特别跟你们告知，轻隔间非常的好拆除，基本上不用担心会有太多的废弃物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你们目前看到的这边是我们的公共卫浴，也就是我们室友的公共卫浴，使用的空间真的很漂亮，但是我们现场的屋况真的建议你们大家要重新装修，住起来才会更加的安全，而且更加的舒服。虽然我们这个物件屋龄有43年多，但是我们的地点真的是非常的棒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你们看到的这边是我们的公共卫浴，使用的空间真的很漂亮，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厨房。这边是我们半开放式的厨房，使用的空间不算大也不算小，刚刚好够用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一定要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全幢将近有26平，目前报价是950万，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37万出头，总价非常的便宜，而且我们这个物件多了一层顶加的使用空间。顶加的部分是属于铁皮覆盖，四周是砖墙。
顶家一样是隔成两个房间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再一次为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资料，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清水路，屋龄有43年多，物件总楼高有4层楼，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4楼，而且目前我们多了一层顶加的使用空间，全幢将近有26平，目前报价是950万，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37万出头，而且多了一层顶加的使用空间。现场的格局是4楼的部分为2房2厅1卫2个阳台，5楼的部分是2房2厅1卫1个阳台。刚刚跟你们说两个阳台，在这边要先跟你们告知，也在这边跟你们做一个正确的修正。我们顶加的部分是属于铁皮，上面是铁皮覆盖，四周是属于砖墙增建，边间上面采光，采光非常的好，空气也非常的流通。这个物件它的缺点就是我们这个是属于瓦斯桶，再来我们这边是无尾巷，再来我们现场是原屋框，现场有渗漏水，有壁癌。像这种物件适合投资，但需要你们大家重新装修才有办法正常的入住使用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我们现场是属于轻隔间，也就是木板隔间，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买下来 DIY， 这个物件真的非常适合你们大家能够好好的表现，装修起来会非常的不一样，住起来也会更加的安全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投资的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现场有渗漏水、壁癌的问题，如果你们大家本身不在乎，如果你们本身也能够接受这种原屋况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主卧室。我们主卧室的使用空间非常的大，可以让你们放上3个双人床，还有多余的走路空间。现场是轻隔间，也就是木板隔间，在这边再一次跟你们强调，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如果你们本身也能够接受 DIY，像这个物件非常适合你们大家买下来重新装修，住起来会更加的安全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你们目前看到的这边是我们2楼的主卧室，使用的空间真的很大，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，
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我们这个物件地理位置非常的棒，走路的距离大约是20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清水国小。走路的距离大约是20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我们当地最大的原籍市场。走路的距离大约是450公尺，也可以让你们到达我们当地的家乐福土城店。附近有海山捷运站，骑摩托车的距离大约是5分钟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这个物件是属于短期买卖的物件，现场是原屋况，目前是现况交屋。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大客厅。这边是我们的大客厅，格局非常的宽敞，采光也非常的漂亮。如果你们大家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清水路，总楼高有10层楼，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4楼，全幢将近有26平，室内的使用空间非常的实在。目前报价950万，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37万出头，而且我们多了一层顶加的使用空间，使用的空间真的很漂亮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低公设的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，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。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，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，实地的参观。这个物件确实需要你们花大钱去做整修，如果你们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，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实地的来现场，实地的参观。在这边要先特别跟你们介绍一下，我们正前方，也就是我们正前方的物件，一样是4楼，上面还有多了一层5楼顶加的部分。这个物件也是短期买卖，目前已经重新装修入住，所以如果你们大家也有兴趣想要买下来重新装修，可以像对面一样做得非常的漂亮，这一点真的要特别跟你们报告一下。我们这个物件主要是卖地点，再来就是卖我们的使用空间。如果你们大家对现场的格局跟现场的屋况有任何疑问，建议你们大家买下来可以像对面一样装潢得非常的漂亮，住起来就会更加的舒服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顶加的使用空间。
先为你们介绍一下，我们对面做得非常的漂亮。再来，我们这边是属于无尾巷，如果你们本身可以接受，如果你们本身也不在乎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，实地的参观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五楼顶家的部分，这边是我们顶家的使用空间，使用的空间真的很漂亮。我们顶家的部分四周是属于砖墙，上面是属于铁皮覆盖。五楼的格局一样是两房两厅一卫一个阳台。目前为你们介绍，这边是我们顶家的卫浴，使用的空间很宽敞，格局也非常的漂亮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报价是950万，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37万出头，而且多了一层使用的空间。现场有渗漏水，有壁癌，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重新的装修，住起来才会更加的安全，更加的舒服。由于我们这个是早期增建的部分，所以如果你们大家也有这方面的需求，像这个物件使用空间真的非常的大，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大坪数低总价的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全幢将近有26坪，目前报价是950万，换算成一坪单价也只有37万出头，总价非常的便宜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顶家的厨房。目前这边是我们顶家的厨房，使用的空间非常的漂亮。这边是独立的厨房，不用担心会有油烟去污染我们室内的装修，这一点非常的棒。但总归一句话，由于我们现场是原屋况，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做更新，住起来才会更加的安全，更加的舒服，这点非常的重要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，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。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，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，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，实地的参观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约看现场。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顶家的厨房，使用的空间特别的漂亮，格局也非常的好。我们现场是三面采光，采光非常的好，空气也非常的流通。由于你们目前看到的是现场的原屋况，很多人买房子都希望能够看到
漂漂亮亮的现场。但由于我们这个是原屋框的物件，真的很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实地的来现场参观。好的物件确实是不等人，像这种物件非常的超值，买一层多一层，使得使用空间非常的划算。目前报价是950万，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37万出头，总价非常的便宜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你们目前看到这边是我们室内的使用空间，格局非常的方正，每个房间都可以让你们放上双人床，还有多余的使用空间。使用的空间特别的漂亮，采光非常的好，空气也非常的流通。这个物件周遭的环境非常的棒，走路的距离大约是20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清水国小。走路的距离大约是20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我们当地最大的原籍市场。附近还有板南线海山站，骑摩托车的时间大约是5分钟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第二个房间。我们现场的格局总共多了是5楼的使用空间，使用的空间特别的大，多了一层顶加的使用空间。在这边要先跟你们报告一下，这个物件是属于铁皮覆盖，四周是砖墙。很多人买房子都希望能够买一间非常好的地点，但由于我们这个物件基本上是属于老旧公寓，屋龄有43年多，地点非常的棒，但现场的屋况确实是要重新的装修，才有办法让你们住得更舒服，住得更安全，这一点真的很重要。如果你们大家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，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。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，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。这个物件目前是现况交屋，短期买卖的物件，如果你们大家本身可以接受爬楼梯，像这个物件真的非常适合你们大家来现场实地的参观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大客厅，这边是我们的大客厅。
使用的空间真的很大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我们现场的屋况真的要大整理，这一点要再一次跟你们强调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使用空间多了一层，如果你们大家人口非常的多，像这个物件非常适合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实地的参观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你们目前看到这边是我们五楼顶家的使用空间，在这边一定要再一次跟你们强调，我们上面是铁皮覆盖，四周是砖墙隔间。在这边要再一次为你们介绍，我们正前方是最近才交屋才装修好的物件，装潢的非常的漂亮，上面也有做重新的整理。如果你们大家愿意花钱 DIY， 会像对面一样非常的漂亮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像这种物件卖的是地点，卖的是多了一层的使用空间。如果你们大家也有这方面的需求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好的物件确实是不等人，希望你们大家有这个福气，买到你们心目中想要买的物件。由于我们这个物件是属于早期增建的部分，不计算坪数，在这边要再一次跟你们强调。今天我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，也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谢谢你们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公寓四加五。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清水路，屋龄有43年多，物件总楼高有4层楼，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4楼，全幢将近有26平，目前报价是950万，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37万出头，
售价非常的便宜，因为我们多了一层的顶加的使用空间。现场的格局规划是四楼的部分为两房两厅一卫两个阳台，五楼的部分为两房两厅一卫一个阳台，使用的空间特别的漂亮。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大平数低公设低总价的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，也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，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。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，以我们现场的物况为标准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际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。我今天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，谢谢你们大家。